好啦，今天我们要抽天际姐手游《玄羽姐妹》，这个叫做云香跟这个玄羽哈。那玄羽的射程可以四格哈，这个射程这么高啊，还不抽一下云香的 AOE 的这个弹射布兰德弹射的技能，还可以施加 15% 的晕眩，还不抽？而且他的死装可是有南半球露出来的呢，太厉害了吧！来了，阿姆斯特朗旋风狼炮，OK， 很好，没有中。像是20抽，像几率还没提升。啊，我错了，我都画什么了？没有，又是一个胸罩了，怎么正常发挥？几率还是没提升？难道你就是于铁雄法官将军？我一定判你有罪。没有，有够衰的。仙女超啊，仙女超，等等啊，啊，5%，总共7%，该中的吧。有免费抽啊，免费抽也会增加几率啊。40抽，该有了吧？这样子没有就很衰咯。哦，哎呦，一个光，水啊、哦！40抽。有绝，但是是谁呢？我自有目的，但若你想知道些轮回之事，我确实可以帮你。Yes！ 哇，太爽了吧！直接中我要的、欸，有点爽哎、欸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各位。すみません。等一下，弄我截个图，太爽了啦！好，继续。好，再来云香，看能不能抽到云香哈。第50抽，啊，我在画什么啊？啊、哦，不是吧？我还以为要卡住了，哦，这个没有中。啊，这次也画的不是很好。哎，突破天际这样。佩恩啊，我需要佩恩。现在多少了？60抽，刚刚60抽嘛。4、5、6，好，第70抽。第70，
第七十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算了哦。第八十抽。哦，血又来！不要闹啊！没有，正常发挥。反正再抽到一张绝，我就停了。好，九十抽，第九十抽，一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十抽，没有像没有几率啊，太难了啦，又不是每天过年。对，我抽第二只绝就会收手了，不管是谁了。中绝了！中绝了！啊！这个空气多么清新，这世界多么美丽啊！拜托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！你们不要这样子，给我一点元气吧！哇，该来的吧？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哦。耶！又一番轮回吗？啊！连我都佩服我自己了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林北九十抽，各中一支。太爽了！第四十抽，可是真的是有继续提升的，因为之前每日抽累积下来的，四十抽中玄羽，第九十抽中云香，这一次跟上一次的卡池剑圣跟五蝶一样哈，一样九十抽都抽完哈，碎了，赞呐！算了，这样子，如果过年有联动的话，我就可以不用那么有压力了。是是是。希望台服，希望台服也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在哪？